带回给苏豪，在加康面前一个后撤步，三分外线命中。Wow, what a step back！ Step back 真的做得很标准，就是要锁定苏豪、啊。先看前面这一球的这个 step back 啊，真的做得非常的标准啊。加康的防守其实也都很好了。那我想针对到苏豪的一个防守，当球队钢铁人拿到篮板之后啊，所有人不去看那个拿球的那个人，所有人都在找苏豪在哪里，苏豪在哪里，我要先去找他。私系的效力太强了。对。